PRAXES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实践的精神。 PRAXES 让我得到一个前进梦想的机会。在 PRAXES 这个平台里没有天真浪漫的想象，有的只有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用最大的行动力去实施他们最大的潜能，感觉就像是一群非常疯狂的人，然后在做一件非常热血的事情。挑战新最大值的挑战，是我在服装设计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体验。 很有勇气，不是一个玩笑。我们什么都不会怕，光荣是企图心，对我来说是一个毅力。 I think I'm on the right way， 各面向综合的专业，对一切细节的极致要求，在台湾设计界里面开拓新的气息，觉得自己的极限不只是那样，可以再往前拓展。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趁着我们年轻，然后去做任何可能想做的事情。 付出一些什么来改变一些什么的那个机会，这个精神是不会结束的，它可能会继续下去。我们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就是要把一样梦想的东西从无到有把它生出来。对于很多年轻的新锐设计师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因为有这样子的平台，能够提供像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一个舞台，然后让我们到国际发光发热。 从1月开始，我在这里跨过太平洋，与台北的26位 PRAXES 学员视讯连线，创造一个模拟真实的时尚产业现况，以培养学员的专业素养。PRAXES 的宗旨在培育全方位的国际时尚产业专业人才，透过纽约在线上工作者专业的传授，让学员实际体验一个时尚品牌的产生到运作的过程。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meet Wenlan back in February 2011. Wenlan was part of the W Hotel's Global Glam Collection, and she showcased her collection at our premiere. The highlight was her little red dress, which we all loved. We've kept in contact with Wenlan over the years, and since when she contacted us and told us about the program, we were eager to get involved. 我们知道 praxis 其实就是 practice 的意思，没有比实践一个你的理想更重要的事情。希望借由 W 的舞台，可以让这三个时尚品牌能够跟国际接轨，让更多台湾的设计师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合作案而得到鼓励。We look forward to celebrating with everybody here at W Taipei on the 25th of June to celebrate a successful partnership. 7月25号，别忘了来台北 W 饭店看实践大学 PRAXES 的大秀，等你哦。Cheers.